棚这样的。这个大啊，埃及每个景点都有警察，军队警察。Hello， 这个是阿斯庙啊，从阿斯旺去卢卡索，的路上的一个神庙，叫康诺布。康诺布，神庙，它是纪念鳄鱼，老鹰那个神的。哇，看到没？这个雕像，为什么它的女神一丝不挂呀？就有头饰，男神好像。这上面的男神是不是也是一丝不挂？好像也是的。他的仆人当时穿了一个小围裙，搭了一个围脖，哈哈。走，要先下去买门票。远处传来了埃及的音乐。跟印度音乐特别像，没准就是印度音乐。昨天在游船上听到了 rap， 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开船的，那个先生，我说这是你们埃及的歌曲吗？他说 no， English， 英语歌曲。我先以为是埃及的 rap。耶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哦 ，ticket office。Visit。啊，这是祭奠老鹰的那个。
神庙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哇，美呀、啊！尼罗河边，好，看到好多这种狗啊，它们悠悠闲闲的。这边尼罗河真干净，蓝天白云 ，no。哎，都象形文字，看也看不懂。纪念一个老鹰和一个鳄鱼的神庙。主要是很舒服，在这个地方。小风吹着，看着高大的石柱，这还真不容易啊！这可能就我们昨天看那个方尖石采石场，估计这些柱子都那样做的，在那做，然后分割，然后过来再拼接，相对屏风，这么漂亮，蓝天白云。到处都有警察，这上面是彩绘，然后看看这，正好这个鸡头，这也是个鸟头，中间是一个人，哇，象形文字，门口都是象形文字，看上面画的，有的像鱼，有的像河。上面好像是个鸟，这里，这还是蛮过瘾的。那一排全部是像人，举了个东西，打了个旗。哎，要是我们认识这些字就蛮好玩，肯定蛮有意思。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个鹰头神吧？老鹰，对，绝对的鹰头神。狮身人面像，这个是人身鹰头像。这个呢，这手里拿的香料还是酒啊，敬奉给神。这后面是个女神，女神都是要是不穿衣服的，神是不穿衣服的。这是鳄鱼，看见没？这是鳄鱼的头。所以这个神庙是敬奉一个鳄鱼和老鹰的故事。这个呢，这是个人头。哦，这还是这个是像是狮子头，这是个男神，有胡子男神。这个穿了裙子，围裙的。女神，男神，他是关键部位都还没有展露出来。这个是人头，好了，我们进去看了。你还要干嘛？关于我还有一个信用分给你。墙上枕边的，你看，对。最右边的这个是个鹰头，鹰头，啊，狮子头，这是神，人神，左边又是一个鸟头，动物神，这是个动物神庙。走，往后走吧。不站，从后面走，往后面走吧。这个是唯一供奉了两个神的庙宇 temple。 这边呢就是面对的大殿的右边供奉的是鹰神，看没，那上面的鹰，他们被认为是神的使者，也是一种神。
这边是供奉的阴，那啊阴，然后什么那边供奉的是鳄鱼。你这下你咋叫干嘛啊？来，1、2、3，我找下你背出来说好。这边供奉的是鳄鱼神，可以看到呢。嗯，有，对，这边是鳄鱼，这边鳄鱼，这边是供奉的鹰。鳄鱼在哪边呢？啊，看没，这都是鱼。我先以为是鸟头啊，是鱼，鱼的头。鳄鱼是鳄鱼呢，最典型的是这个，这个典型的像鳄鱼。啊，还是挺好玩的。基本上埃及的神庙其实看多了就很简单了，就是浮雕上的故事，男神女神都不穿衣服，头上头饰都差不多的。这是去鳄鱼的 museum， 尼罗河神庙建在尼罗河边，风景太美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刚刚那几个人是问你有几个老婆呀？对啊，第二个吧。他让我留在埃及，可以去两个老婆。他们可能都有女儿啊，妹妹、小姐。他们都有两个老婆，我问他，我跟大明他的，他说他有两个老婆。哎，有钱人只有四个老婆。四个老婆。对，他法律上规定可以一人不要。卡诺堡双神神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人多呢？这个神庙还在挖掘过程中呢，看到他们在那挖掘，然后考古。去鳄鱼博物馆，我觉得那是工艺品。哦，它是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， 新的考古发现。啊，墓葬哎。不是木乃伊啊，难怪那边还在那个挖挖挖挖。把这个拍下来回家看。这是鳄鱼博物馆，这是。包含在门票里的。门票的话，哇，这么多鳄鱼啊！Yeah, there are lots of crocodile. 嗯，鳄鱼博物馆。这是鳄鱼神，怎么还有脚呢？这个鳄鱼，他把鳄鱼做成了木乃伊。这木乃伊没包哎。呀。嗯。
这个可能做成木乃伊的包了。给过了。鳄鱼神和人神。哇、哦，这才是他的镇馆之宝哎，木乃伊，鳄鱼木乃伊。控制温度。这里还要控制温度，那还控制湿度。啊，这是鳄鱼木乃伊呀、啊！看完了，看完了。鳄鱼神。